次换我来铺路，表姐有你好受的。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咱俩是合作关系，懂不懂？sorry， 坑人坑习惯了，我铺路，表姐你放心，直接把火眼堵住。妈呀妈呀妈呀！怎么有惨叫声？表姐你咋挂了？眼瞎呀，没看到大大的犯规二字吗？很明显是不能够堵火眼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我认真铺路了，顺我的路保你平安。表姐你咋不跟着走啊？我也想啊，可是有提示，厄运 buff， 我得了三级减速，这走路跟乌龟似的。王八就王八呗，反正有本公主给你铺路，慢慢走也行。哎，怎么趴下来了？你不懂，这减速 buff 是有时间的，也就一分多钟，我等过了再跑。快快快起来，还不是更慢呢？哎，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嘿嘿，减速 buff 终于要没了。妈呀妈呀妈，怎么又犯规了呀？很明显嘛，厄运 buff 的时间就是通关的时间。怎么到我跑就一波三折啊，真是倒霉喏。表妹，你铺路得按傻子，啊呸，得按老奶奶的行程来铺。早就说过，我铺路你放心，跟着我的节奏跳。想干啥？嘿呀，都说了跟着我的节奏跳。我去，怎么还有人放暗枪啊？ sorry， 是我说歪了。他喵的，我看你成心的，你就不能斜着铺吗？这次又不限制子弹。也是啊，走吧，给你安排一条老奶奶路线，一步一步跟着走就行。他想弄个坑给我，这哪里是老奶奶退钱哦？有火眼那也没办法的，上面好像走不了，往下面来。哎，表姐你咋上去的？那石头不是你铺的吗？那是我手抖铺错了下来了。真是的，我还辛辛苦苦二段跳上去，能不能稳点哦？谁让你这么着急嘛？不是有时间限制吗？能不着急哦？哦，对了，那还不赶紧走？剩五十秒了，快点快点！好嘞好嘞，这里是二段跳，减速之后二段跳一点都不容易，还好我技术可以，总算上去了。就剩十五秒了，出口就在前面，还赶得挺急。go go go， 有点刺激啊！第一关都这么坑了，后面完全不敢想象。第二关仙人掌迷宫，飘姐你好像没有了厄运 buff。你确定没有？你再认真看看我的血量，一滴血呀！好家伙，这比厄运 buff 还狠，那我得认真铺路。飘姐现在容不得半点磕碰。知道就好。我办事，飘姐你放心，一个坑都不会给你留，安安稳稳顺着石头走就行，是不是很安全？确实比第一关稳多了。哎呀，臭表妹你又干嘛？ sorry， 换错枪了。两把枪都不一样，绝对是故意的，能不能好好合作了？人有失足马有失蹄，失误很正常嘛，下面不会啊。你看我现在铺的路又好走又安全，哪有坑的迹象嘛？那是我走的小心，每一步都预判了你的预判。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你看现在不是安安稳稳过关了？你倒是安稳，我每走一步都担惊受怕的。哎呀，完蛋了。哎，这傻表姐干嘛？怎么想不开自己跳岩浆了？那位，我想啊，这次是晕头转向 buff， 前后是反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我把风车卡住，表姐放心走吧。真能卡得住吗？我去，我怎么被吸过去了？走了，完蛋了，真是信表妹一次就得见耶稣一次。我也不知道竟然卡不住的。不知道还弄，不明白就坑人的嘛。老老实实绕开风车。收到收到，走吧走吧。可是最后一个还是得卡过去啊。不用卡，我自己跳就行。嘿呀，怎么这还有个坑啊？臭表妹你怎么自己不补上啊？是你自己不让我卡，还怪我。哎呀，这语文理解能力堪忧啊。勉勉强强到了第三关，日本核废水。这日本核废水密密麻麻，看起来就恶心，多看一秒都要吐。表姐这次我不坑你了，跟你过。呼呼，承认了承认了，总算是坑我。可是这一次我体型增大，也得小心翼翼地走。哦，没有表妹的坑，过得可真顺利呀。嘿，表姐你怎么没过来？哎呀，这么大的骷髅怪你没看到吗？哦，那我先把它们全部裹住先。哎呀，别裹了，我的变小 buff 时间不多了，一边铺路一边裹吧。没问题，表姐体型小，铺路也相当轻松很多。快快快，还剩十秒了，冲啊冲啊。哦，真刺激呀。铺路真好玩，下次我也要做铺路的。哼，有你铺路，小点跑酷技术都不行。